六个人气 PK 有吗？波斯特在哪里？喂 ，Hello， 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 show girl 的人气 PK 赛是要怎么一个进行法呢？我看，就是比如说你是 A， 我是 A， 我是 B， 是，对，然后如果你喜欢 A 就站那边，如果你喜欢 B 你就站这边。哦，是哦。哇，然后现场就直接决定，哎，谁要留下来，谁要走吗？玩一次好了，来，好，喜欢我的就站这边，喜欢他的就站那边，来，我们直接 PK 啦，喜欢他的请站那边，好，我们数到三直接分开，一、二、三，你还那么喜欢呢？哇，我觉得我感动到流泪了。但是你看一下哦，如果这样比起来，我这里人是比较多的。那我要按男的被淘汰了，再见，主持人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比赛的方式就是说，两个 show girl 同时在台上，然后现场就决定说谁是赢家。对，他非常的残酷。哇，真的好恐怖哦！天啊！有吗？有人到了吗？快点，没有的话我们就跳过喽。好像真的没有哦。先颁出第一个奖。今天有 show girl 比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有人说有。波斯特，你的人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要直接跳过颁奖了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跳过，已经 delay 了。Hello， 请现场有要比赛的 show girl 麻烦帮我一下脚步到舞台这边哦，非常的紧张刺激，而且有奖品嘛，对不对？第一名的 show girl 有奖杯啊？真的吗？有奖杯？其实我觉得很残酷啊。是啊，是还蛮残酷的。对。好，我问一下小杨。啊？还要问？我快来不及了。